频给大家讲我们关于丝的一个小知识，今天我给大家讲解一下关于丝的一些必学的常识。丝呢，它应该去阴干，忌日晒，也不宜烘干。部分的丝织物呢，我们应该干洗，深色的丝织物应该用清水去漂洗，以免会褪色。与其他的布料也要分开洗涤，切忌拧绞。保养的方法呢，它一般是避免暴晒，以免降低一个煎熬度，引起褪色、泛黄、色泽变略。忌与粗糙或者一些酸碱的物质去接触。我们收藏前呢，应该去先洗干净、熨烫、晾干，最好是叠放，用一个布包去放好，不应该衣橱里放那个樟脑丸，否则白色衣物呢会泛黄。熨烫时应该用垫布，这就是我们今天一个布料丝布。